几公斤。大花豆啦，薏米啦，还有莲子的，然后把这些材料用冻水的时候放进去先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放这个玉米，玉米叶呢就不要扔掉它，玉米叶的有清热，还有玉米须的都有清热的作用，对身体也很好的。然后我就放猪骨头啦，一斤的猪骨头啦。然后呢，我就放那些叶枣。叶枣放进去先，然后有淮山啦，有鸡瓜啦，然后还有绿子、红萝卜，还有呢玉米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把这些材料呢全部倒进去先，就放了3-4块的姜片。然后这材料呢，今天的材料比较多了，然后这个汤煲出来就很好喝的。清甜，这汤煲出来煲得很满，然后呢，放这个水，材料太多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汤呢，就是说有清热、润肺。这个作用呢，告诉大家，就是节瓜呢有蒸汽的作用啊，然后玉米呢，就是说有清热，然后呢，我刚才不是放进去的一些薏米和大扁豆，大花豆嘛，大花豆和薏米呢都有去水肿啊、去湿的作用。多一点点。